果然厉害呀！哦，真了不起呀，大哥！哦，刘备军已经来到这里了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了。但是，一切都太迟了，下邳属于父亲，我这就击退你们。 寸步不让！就由我这个鬼神之女来做你的对手吧，受死吧！ 我有鸿鹄之志，必定成功。寸步不让！寸步不让！寸步不让！你的攻防是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寸步不让！寸步不让！ 往直前！寸步不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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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现在回来已经晚了，这徐州城已经归我所有了。吕布，你这厮竟然对大哥恩将仇报！哼。
是你们自己不好，又因为治理之人太弱小，才会被袁术那种人攻打。一地之主必须强大才行，所以我来治理这片土地。有朝一日，我会打败袁术和曹操，向天下宣告我才是最强之人。为了显示自身的武艺，就践踏兄长的理想与志向，真是不可饶恕。好啊，你不是厚着脸皮说自己最强吗？我现在就把你的脸皮戳破。二位请控制一下情绪，吕布军不仅控制了城内，还包围了外侧，如果现在与吕布交战，根本是有勇无谋。吕布大人，我们已经收起了武器，我们想以此表达投降之意。大哥，翼德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不想徐州继续卷入战乱，战乱持续越久，百姓的生活就会越加贫困。也为了完成与陶谦大人的约定，我必须避免发生这种情况。明白了，你听见了吧，翼德？可恶！